今天我一上线就被路人暴打，而且还有人说洛洛你可真是个贱蛋啊！我什么也没做，为什么骂我还打我呀？你倒是说说我怎么你了？和你有什么好说啦？我好心好意来蛋仔岛找你玩，你却对我们大打出手，洛洛是我看错你了。不可能啊，我平时从不会在岛上打其他的蛋呀，这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就在一个小时前，我搜你的名字特意来找你，结果上来就被你打。不可能不可能，一个小时前我还和我的顾宝在忙呢，绝对是不可能上线的。洛洛，我可真是看错你了，你一个主播竟然撒谎。我操你！好了，快来杀人了！没人有了，我居然被没人。我向天发誓，这一定另有其人。我想想，有我账号的满共也就三个人，分别是我和小咩还有顾梦。顾梦刚刚和我在一起，那就剩下一个小咩了。啊，我懂了，不会是因为和小咩分手，他报复我吧？你等着粉吧，我一定给你讨了个公道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就是你打的我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粉粉真不是我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反观小咩，也不知道她本来那么善良的一个女孩子，怎么能突然干这种事呢？哎，算了，还是先去问问小咩吧。Later， 小咩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用我的账号在岛上欺负人了？是又怎么样？不仅人是我揍的，你的蛋币也是我花光的。滚出去！啊，真的是你？不对呀，小咩，从前的你那么温柔善良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要不是你天天和顾梦在一起玩，我至于这样做吗？难道就因为我和顾梦玩，你就在岛上乱打人？这要是被有心人拍到网上发出去，后果那可不堪设想。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，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，以前都是你陪我玩乐园，陪我打巅峰，是你变了才对。这个以后再说，你现在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人幕后指使你，或者是不是因为粉丝的挑战你才这样做的？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那小子。没有，都是我自己做的。洛洛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从此你的世界里面没有我了，我小咩要离开这里，再见了，洛洛。